财政甚失，哼！你自己看看，都什么时辰了，你还在睡觉？为师临去之时怎么嘱咐你的？竟然全都当了耳边风。师父，我不要讲话，把马步给我扎起来，手伸出来。是。 曼玉，你根本就没有练功。你说，这几日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师父，徒儿这几日什么也没做，不过徒儿以为整日扎马步练打坐的，算不上是什么功夫，所以徒儿打算等师父回来教我上乘功夫的时候，徒儿再练。我问你，你见过亭台楼阁是飘在空中的吗？ 没见过，你当然没见过。那没地级行吗？像你这种好高骛远之徒，还想学什么上乘功夫？你休想！你再如此下去，别说你学不会上乘功夫，即便是学会了上乘功夫，你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。为师教你扎马步，练打坐，习吐纳之功，对，就像是盖房起屋一样，为你打基础，而你呢？ 阳奉阴违，表里不一，拿自己的承诺不当一回事。你要知道，轻诺背信乃小人行径，不忠不义乃败类所为呀。为师不是因为你多睡了一会儿觉，少练了几天功，就对你大发了，而是为了你的前途担忧。你下去好好的想一想。是，师父。 且慢，为师再送你一部对联，望你好生记住，并引以为戒。墙头芦苇，头重脚轻，根底浅，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，腹中空。
我的皇儿，你回来吧，母后好想你呀、啊。想你皇儿，你回来吧。母后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吃这个苦，受这个罪？为什么我放着好好的一个金乐国王子不做，跑到这里来挨骂受气？为什么我抛弃了父皇母后，来到这里而又学不到功夫？坚持下去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我得走，我得回金乐国做我的太子去，我得继承我父王的王位，绝对会比在这里强。对，走。下山了，总算了了我们一块心病。老弟，如何？我早就料到他无法坚持下去。怎么样？应验了？厉害厉害，老大神机妙算，小弟佩服佩服。我讲了，现在咱们就可以回去向那些群妖宣布这好消息。对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庆祝庆祝，乐上他几天。这娃儿果然耐不住艰苦，受不了挫折，也罢，待本尊点化于他。老奶奶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没看见我在磨他吗？我是说，您费这么大的力气磨他做什么呢？我的女儿要出嫁了，这嫁到婆家，少不了要缝缝补补的做些女工。想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，好让它当成嫁妆带到婆家去。老奶奶，一根绣花针能值多少钱呢？货郎来了跟他买就是啦，何必这么费事拿这只铁棍把它磨成绣花针呢？真要是把它磨成绣花针，那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？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磨成针呢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一年不行，那就两年了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可以完成它的。这全都要靠恒心跟毅力。因为我有这个恒心跟毅力，我相信一定能够完成它。这为人没有恒心跟毅力，行吗？光有决心是不够的，
你还需要有无比坚强的毅力。有决心而没有毅力，到头来照样是一事无成。你记住了吗？师父，我错了。年轻人，你还没走啊？走？往哪走？你不是要下山吗？下山？不，我修不成正道，今生今世绝对不下山。老奶奶，谢谢你刚才的一番话，让我明白了为人立志的道理。我现在要回山上向我的恩师请罪，告辞。